啊，这就是惠灵顿牛排呀、啊！这是挺像烤包子的。上次我穿裙子吃细糠，你们说我裙子像睡衣，像服务生工作服。你们以为这么说我就会换裙子吗？啊，不可能，我就穿。嗯，端庄。看飞边的了，左眼是没有第二条裙子可以给我穿了。这一排倒叉什么意思？我会用哪个用哪个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是惠灵顿牛排，咱俩点一份吧，就点一份，尝尝味儿。它必须是五分熟吗？没事儿，好吃，细糠嘛，我可以。你看这个餐前面包长得真面包啊，嗯，味儿也是正常面包味儿。我第一次看见拿盘子装的糖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就中间这么一点儿，饭前塞个牙缝。蘑菇味儿啊，奶油蘑菇汤，对不起，这真是生牛肉啊，真的坨都被它腌熟了，它好像那饺子馅儿，看起来好奇怪呀、啊。你先吃，别跟我客气，你这表情我感觉我不太敢吃了，可能我真的吃不了细糠吧。来，这生牛肉我实在咽不下去了，要喝得上档次。Cheers。我的牛排怎么还没上呢？咋瞅着你这个这么好吃呢？都给我切好了。这是孜然牛肉的味儿吗？这就是惠灵顿牛排呀、啊，它好脆呀、啊，它这是挺像烤包子的。你吃过凤梨酥吗？凤梨酥加肉，真的我没骗你。蘸上酱呢，好点。妈，得切呀、啊，这里黑了啥呀？黑松露。这玩意儿我要是搁夜市买的，我高低得投诉他。但坐在这儿啊、哦，这个味道就合理了。这么一大块的肉，那不就是应该拿手？黑松露到底是啥味儿啊？味觉失灵了，黑松露没味儿，我刚才拿牙剔出来点儿，净细糠。